当时我说孟建柱当时搞湄公河啊，泰国、柬埔寨是吧？马来西亚以及所有的啊绿地碧桂园搞的一个城又一个城，一个国一个国的，包括黑帮啊，澳门洗钱，澳门洗钱，地下钱庄一年是多少钱？战友们，你们好好算算，澳门一年光抽利，光抽的赌博利5000亿，澳门是那么的5000亿呀、啊，一个小小的几十万的澳门，那是愿意给你交的，绝大多数还不交的。啊，听说这个现在这个习要把这个孟的所有的外国的黑道洗钱势力，以及增加在海外的所有的势力，包括孙子孙女弄回去，包括戴永革在伦敦啊，郭广昌在欧洲啊，马明哲在新西兰，在英国的所有的资产全部弄回去。但是大家不要忘了，这些人的背后大老板是谁呀？王岐山。